今天到外滩来怀个旧。这个应该是外滩最好停车的地方了吧，大概有500多个车位，来的时候在高德上已经收好了，你只要收外滩停车，然后评论最多的就是这个停车库，上去就是外滩我们要拍照的那个地方。发表一下20年的感言。变化太大了，长胖了好多。看看这张照片，怎么办？减肥啊！以前拍这张是多少斤？100斤，现在长了20斤。不止。21斤。看，这个是同款的那个相机，就是用这个相机拍的这张照片。对的，对的。现在又补拍了一下，然后同样的场景。真的要减肥了，不过2020年健康最重要。这个旅游车也开放了。这个人应该也不算多。今天啊？今天人都出去踏青的，好吧？这里就是踏青的地方吗？不，去外地的多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哎，我们是这里走的吗？这里是厕所。他来了没？嗯？他来了没？他在他住的地方啊。我们去找他？嗯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们拍两张照片以后去找他。我们之后去见了一个朋友，因为正好也是到了饭点，就一起去吃个饭，在这个老字号的德兴馆。红衣服的呢，他是当年第一届骑闯天路，就是我们自行车业余比赛里面比较等级最高的，四川出发然后骑到拉萨，就是川藏线的一个比赛。然后这位穿红衣服的小朋友，他拿了冠军，他是第一届的冠军。一天到晚吃做美食节目真不容易，这个脸是越来越胖，一天比一天大了，所以赶快趁晚上踩一会儿单车吧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在店里就没有再拍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戴口罩，赶快吃完就走吧。就是因为这张我们家领导20年前拍的照片，我们20年后又去了同样的地方拍了同样的照片，就是用了这台佳能的胶片相机。最近不是胶片大火嘛，然后我们又把这台相机找了出来继续使用。这个胶卷还没有拍完，等这几卷全部拍完了以后，我们再做一期胶卷拍摄的视频。什么20年弹指一挥间，岁月是把杀猪刀，这一类的词都是公众号引流的词。我认为20年每一年都不容易，每一天都是值得的。